黄国昌去问导游，而且你们还跟他打招呼？没有，你没有跟他打招呼。千万不要侮辱我们啊、哦！没有人跟他打招呼。那黄国昌是啊，他先离开。对啊，我就不知道你黄国昌什么时候比柯文哲还要大。哎，柯文哲在那边呢，就黄哲昌先走。 柯文哲迟到，他是啊八点五十五，呃、55, 他们好像跟记者讲是八点半，那八点五十五分才匆匆忙忙进来嘛。哦、那柯文哲迟到，但问题是柯文哲这个做到告一段落以后才离开，啊，毕竟是在野党，<对>好歹也是台湾第三大党八个立委的这个党主席嘛。那我就不知道黄国昌的 keep 下面呀，然后呢，那么他就急着这个等于说要离开对吧？哈，急着离开走过我们这边的时候，还跟还很多回手。 对面又沒,没有人叫你黄国，差也没跟你的黄国璋挥手啊！那时候林玉慧、林小芳就说：“啊，是谁跟你挥手啦？”然后这个是不是知道你们在那边直播，所以还没挥手。然后他就在那边挥手啊，挥了莫名其妙啊。不过。 那我问你，他为什么要来蹭？很简单嘛，他来蹭的原因就是为了装长美郎。民进党是把他动物吧哈，那、嗯、民进党美爱一了，一塌糊涂。昨天有一个支持者，我们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一个国家啦。端午节及其骄傲吧哈，这边戏霸你的基业，这个太阳花可以很牛。跟黄国昌没有被没有背叛太阳花，他这句话讲的可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显然不背离，黄国昌可能就没有那个完全没有认同太阳花嘛，他没有认同，怎么会有背离？他只是利用而已嘛。那至于刚刚这龙干。 嗯、那我们尊重了哈。<對>那我倒觉得谢依峰这样去是对的。为什么？<的>啊，中国国民党都不应该去吗？啊，你政府院长为什么要去？你说。 你说韩国瑜是因为他是立法院的院长，要,要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啊、呃、交给这个等于说赖呃赖清德跟肖美琴嘛，嗯、那一起、啊、一定啊，无人规定会议一定外企呀，啊不，你副主席一定为什么爱企，为什么中国国民党要不要顺便连那个副院长张继成一起等下处理处理一点嘛，对吧？哈、哦，不是这个样子嘛，今天是中华民国国家的大事，除非你中国国民党。 永远不想执政，不用谈白，今仔是国家的大事，今仔你是赖赖清这个顶安尼念嘛？谢依因为他非常有可能，那么也是目前在彰化可能最机会最大有办法，二零二六年代表国民党选彰化县长。你讲怎样好？一起被川总怀、国民党一起被冻说，是被个冻春节的礼物，还会一碗念嘛？我觉得，那么我站着，因为今天谢依枫刚好从我眼前走过去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说：“这不是谢依凤吗？因为谢依凤的家我有去看过，所以我说啊，这个谢依凤，白宫是谢依凤比国民党吗？人家至少，而且他还蛮落落大方的啊。他他一至少不会像黄国昌一样装装一副很很多人在跟他挥手，谁跟你挥手啊？今天那个来宾啊，来宾因为要走要进出哈，都会经过我前面，对，因为我坐第一排，嗯，哦。” 然后谢一峰都来跟我们打招呼，对，蛮、欸、大方的、哦。王珊珊、张齐凯，连中东锦都跟我握手。哎呦<有>，哦，杨文科也跟我握手。黄国昌有看到你吗？他谁？啊、<誰>黄国昌我看到你吗？黄国昌经过我的时候就面对另外一边。这个我可以解释，哎、因为黄国昌对王一川有台大学生会长时候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这>因为他当时把人家逼哭、啊，结果他走的很快，<論>我后我后后面所有的人都骂我。 他说：“阿川啦、啊，够冲啊啦！”然后我一站起来，哇，已经不见了。你有欠充吗？你不是要现场跟他讲这个吗？<laughs> 你昨天不是去拔充、啊？我看今天那个场合，各各党的都有，因为我们也有看到柯文哲嘛，我、嗯、那个王婉玉我们也有看到嘛，嗯、台脸的都有看到，大家见面都点个头，微笑一下。今天是国家的大事，唯一不跟人家打招呼的，嗯、唯一就是黄国昌。哦、嗯，对，人家连谢依凤都可以跟我们打招呼，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黄国昌款这不红多。 而且他还没等到这个赖总统出来，这个演说跟他打招呼，他人就走了。嗯，对，连演说都没有他他。他说话，你知道，一来被冲啊，一起要看一幕哎呀，看一幕，我以为他会发号码牌给你 <laughs> 看表演吗？看表演 <laughs> 不是，他他也没看表演，他也没看表演，然后就是他就走了。啊，照道理来说，他如果要看那个。 那个总统府内部的这个状况，他不用来坐在那里啊，就是说他在现场。看直播就好了，你看网络直播就好你干嘛在那边秀一下？对对对对他就是要要要提早走了。嗯、呃，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包牌型的啦，包就是说昨天是啊、呃、群众动员开始狂骂那个民进党，然后今天来，因为柯文哲也在了，<對>但是柯柯柯主席跟副总召的命令不一样，所以他就来一半嘛，就是副总召就国民党这边说不去。对，那。 啊啊、呃呃！民众党柯文哲说要去，<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下在立场来讲，应该听谁的呢？啊、呃，来一半，来一半，两边<以>、啊、都不得罪嘛。我符合民众党的指挥，然后我也符合副总召国民党团的这样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啊啊、呃呃，肯定一下这种谢谢依凤委员刚才讲到了啊、哦，因为我看他的回应啊，因为啊、呃、王宏威去批评说感觉像背叛，可是谢依凤的讲法，我觉得反而有高度哎。他说他希望朝野可以化解这个对立，他希望有争议的法案都要进协商。如果国民党团 的总招是谢依凤的话，今天朝野不用这样子，真的有问有争议的就在协商了嘛，然后化化解这样的一个呃朝野上的对立，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还是有一些啊党团里面还是可能还有理性的意见，像谢依凤这样的意见。那今天我也在现场呃呃观礼，那我我发现有两件事情啊啊、呃、总呃总统讲到两件事情，他其实是最最大的一个呃民众的呼呼应了，就是说呃因为我坐的那一区旁边都是外宾，全部都是外国外国人，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民众的欢呼，他们就。 很仔细在看为什么民众会有欢呼。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他刚在讲到说啊，现在三党不过半，因为他们都及时翻译三党不过半的情况之下，国会要遵守程序正义。哦，那个现场马上欢呼，欢呼。我看那个，我想外外宾一定是在想，他听翻译一定觉得哦，原来台湾现有程序不正义的问题，要严守程序正义。 第二个事情，其实就延续以前啊、呃、蔡总统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说，他增加了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里面国民主权把那个范围限限定出来这一段。呃，当互不隶属讲出来的时候，下面也是欢呼。那我们看蔡总统今天离开的时候，呃，要离不得是总统新任的总统赖清德跟啊、呃、副总统萧美琴陪同。 这个蔡英文总前总统出来的时候，我看美情有四泪。<對 S 1> 那美情这个四泪其实是蛮感动的。那蔡总统其实，在国际上面的评价，这是卸任之前做媒媒体的访问嘛？那个是包括在 BBC 的访问，他是讲说他的采访的评价是说，台湾难能可贵的捍卫者，让台湾拥拥有中共欠缺的软实力，是钢铁领袖。哇，下标示是钢铁领袖。下面这一个是什么？这个是法国世界报。 他直接给蔡英文总统下的评价是带给台湾走过风暴，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这个是法国的评价。那再来这个什么？CNN，这个是美国媒体。美国媒体下的标是什么？他说让台湾崭露头角，对抗中国的领袖。这是 CNN 的评价。再来这个，这个是啊，呃、日,经日经亚洲，它里面讲说蔡英文赞赞蔡英文是坚毅，促进台湾地位。 引领民主变革，这是世界上面对台呃对台湾的肯定，也是对蔡总统的评价。那今天来的其实还有值得观察的是哪些的？就是说，这是美啊、呃、美国派的是跨党派，<對>这是我《远见》杂志的报道，派的是跨党派的特使团，包括里面有现任总统拜登跟共和党川普,川普可能竞争者的川普、嗯、都派原来。 那也包括说日本也是朝野党派跨党派派员来，这个是啊远见杂志的报道，所以很清楚是说，当全球民主国家其实跟台湾站在一起，说台湾的民主非常重要，台湾坚守程序正义也好，或者台湾认为我们依照目前的宪法跟中华人民共啊共和国不互不隶属，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看得到是什么？中国还是在搞小动作啊，中国他对要发布说什么制裁，然后制裁是什么？美国企业，你对台湾如果有军售的话，我要制裁。 那一些小动作，其实媒体也是有报道，但是我要这样子讲，全球如果站在全球的这个趋势来看，不论是美国派出跨党派的特使团，日本也是重量级的议员来，这个都是不代表国际上面对台湾民主成就上面的肯定，而中国这个小动作，其实也是彰显说目前现阶段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对民主上面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示范。